佛教智慧故事，点灯供佛，得证圣果。传说每年的7月15，释迦牟尼佛都会经过这条街道。那个时候，附近的居民都会点起灯火供养佛陀。停轿。此处为何点灯？启禀大师，今天是7月15，释迦牟尼佛会经过此地，所以百姓们才会点起灯火供养佛陀。释迦牟尼算什么？我才是真正的佛陀，你去让这里所有的人熄灭灯火，不然的话我就禀告大王惩罚他们。什么？竟然有一家不肯熄灯？弟子费尽口舌，软硬兼施，可那人始终不肯屈服。那就别怪我无情，随我进宫，请大王定夺。大王好剑法！法师连夜前来，可有要事？刚才在市镇上，竟有人为释迦牟尼点灯，显然是对大王不满，意图谋反。那人只是点灯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大王难道您忘了，那释迦牟尼乃是先王推崇的人？大王您大义灭亲，手刃先王之后，释迦牟尼一直在背后诽谤您。那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，给释迦牟尼点灯，显然是……不用说了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，竟敢供养我的敌人。这么晚了，官爷有何贵干？大王有命，令你马上熄灭灯火。我们国家的法令没有哪一条是不准百姓在夜里点灯啊。民女参见大王。起来说话。谢大王。我问你，你今夜为何执意点灯？启禀大王，夜里有了灯光，眼前的道路就可以看得清楚，不会踩到污泥，不怕狼狗吠叫，还能让心中升起智慧。你可知道今晚释迦牟尼要经过这里？民女知道，正因为佛陀要来，民女更要点灯供养。释迦牟尼只会妖言惑众，我才是真正的佛陀。民女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只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都有成佛的希望。这些都是释迦牟尼说的？是的，大王，佛陀还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尊重师长，这样才能家庭和谐，国泰民安。大王，他这是讽刺您杀害先王，诅咒国家不得安宁。大胆女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！本王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否还坚持为那释迦牟尼点灯？大王，佛陀身体力行，字字珠玑，他是百姓的楷模，国家的希望啊！住口！
请问佛陀，我自问前世并没有广积什么大功德，为什么死后会投身在刀立天宫成了天女？这全是你前世点灯的果报。从此以后，少女多次从天宫下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而争得出果须陀环。点灯的功德可以得到八种快乐的果报，分别是：一、眼睛明亮美好；二、观念正确；三、具足天眼，可看见遥远或细微的事物；四、不会破戒；五、智慧圆满，证得涅槃；六、行善业没有困难或阻碍；七、常能见佛，做一切众生的眼目；八、当转轮圣王、刀立天王或大梵天王。
梦。